举起你的双手吼，咱用热烈的掌声，咱用上热烈的掌声，咱来欢迎咱的王献杰创办人。真好，咱徛伫坐伫头前，吴伯芬老师，请你往后边去，大家甲你拍拍我一下。八十几岁啊，九十一岁啊，十个月就下辈来主张台湾建国。为国人，这款的感动，爱甲感谢。啊，咱来自台中吴明忠会长，咱一讲的大楼、大机队、郭正国，哦，咱西门町大机队，啊，甲这个吴清潭队长。啊，搁咱家人诶，蔡会长、关联诶林会长，哦，啊，搁提供这个乌蝇诶蔡德豪，这只乌蝇就是咱台湾国诶 logo， 你有看无？咱台湾国国旗 logo， 咱就是台湾国诶标语，就是玉山精神。乌蝇气魄，整个台湾守护森林，军策军力，胜利光明。今日还未开讲以前，请大家把手举起来，真久无喊，我喊台湾国，台湾赞赞赞！啊，第二声的台湾国，大家话赞就是赞，就是赞赞赞，台湾国，赞，台湾国，赞，台湾国，赞，赞就是赞，对，台湾国连喊三声了，台湾国，赞，台湾国，赞赞赞，台湾国，赞赞赞，台湾国，赞赞赞。各位，咱在场支持台湾国，雄心时代，台湾国主人，大家欢迎大家。好。各位，拄则我后壁的爬楼梯，是偌困难，我无法度举过来爬呢，用后壁颠倒头撸，安硬撸起来，要起来台顶。这条路甲台湾结构路同款，坎坎坷坷，但是最后我嘛是爬起来到这，所以台湾国之路，咱伫这宣布，2024年，咱台湾一定要家己完成台湾建国。我的腳骨回去，我相信若好了，當腳骨真好用。我王獻傑三字是台灣國的，是台灣人的，是台灣這個土地的啦。各位，今天呢这生意真有意义，因为今年7月16日，本土政权提到国国会过半，台湾人当家做主，这就是表示咱71年来
是民当地的中华民国已经终结了，但国已经稳然成型啊。所以咱都只有看到，咱家迄僵尸机啊、死人部啊，甲害落来，像咱照精神气魄的台湾机，安尼有欢喜无？无欢喜啦！听二零二四年，咱甲咱的台湾机升起总统啊！总统面顶，迄个我后骨头的四人旗甲抢落来，哇！现在这个旗，迄阵啊才有欢喜啦，对无？有决心无？我是充满决心。咱新政府执政，但是伊讲，选你是台北。无爱我国家，我讲客阿公啦，哪会无爱我国家？咱了解，伊有不得别的苦衷，因为伊是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名叫中华民国，即款个支持者当选的，迄是现在主流过半。咱主张台独的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台湾也不是国家，所以咱主张建国。咱就从即马开始爱宣传，用台湾 TAIWAN 的名称，台底 Chinese 台北，进入国际社会。咱来推动2020年用台湾加入东京的奥运，拄只小六担任了无国际联盟的发起人，甲妙妙甲咱礼物已经讲过啊，旧金山合约。日本甲48个国家伫旧金山签订旧金山合约，放弃台湾主权，无甲台湾主权交予任何国家。迄当时，美国政府应该扶持、帮忙台湾人自决建国，但是这台湾人却不幸，伊拄着。怕输遭遇中国国民党带着中华民国政府来接管台湾，到尾走无路，遂占领台湾，殖民统治台湾，伊就利用日华台日合约，日华合约伫遮签的，把咱台湾居民。咱真正的身份是台湾居民 ，inhabiting of Taiwan， 把咱台湾居民当作中华民国国民，安尼来甲咱统治。所以咱的身份是台湾居民，咱中华民国国民是假的身份。甲咱统治到今年已经70年啊，但是中华民国。把台湾居民当作中华民国国民。不过，在1970年10月2日，日清五百号国旗门，把中华民国终结掉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。所以，从今日开始，台湾人民都变处子民了，足可怜的。唔是安尼尔，各位了解哦。1998年7月，联合国第53次的会议决议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甲中华民国统一。
恁阿公拢无人反对哦，所以咱今仔是非常富裕期的时阵，所以咱今仔爱卡紧，坚固固紧战略哟。日华合约第十条，咱是inhabitant of Taiwan，咱是台湾主民，坚固台湾关系法。根据联合国任何一事国际文国际人权两公约，咱台湾主民爱行使咱的主决权，赶紧来主决咱台湾的前途，来主民投票主决建立台湾共和国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各位，今年咱是要推动祖国的宣传年。今年到2020年以前四年中间，咱要下乡宣传，台湾人当家做主，爱透过祖国建国，祖民投票祖国建国。在2020年以前，祖国投票、祖民投票、祖国建国，写作台湾的主流民意。哪呢？2020年的立委总统选举，因为伊来选票，祖国建国是主流民意，才有选票，因就不得不。甲自民投票自决建国，第二多政见，因为是主流民意，第二政见的候选人拢会当选。安尼，咱伫2020年到2024年四年中间，咱都爱邀请联合国、联合国甲美国。来台湾见证，咱台湾人实践自民投票、自决建国，完成建立台湾人家己的台湾国，安尼好无？各位，阿莫爱有信心。今年第一年，我本来估计无100个，结果拄只看有200个。咱今年的舞台四公尺高，咱明年2017年，咱舞台要六公尺高，要动画，要号召，我相信透过在座去宣传，明年的九月初八是拜五，上少有5000人来，咱明年拜五。只是一只神机，暗时要伫只办做主人之夜暗会。咱后年2018年是拜六，是拜六。咱希望透过各位的宣传，明年的宣传，后年有10万人来这参加神机，来这参加。祖国之夜晚会，咱要搁进一步。在2019年总统立委选举以前，有10万人透过这2年的宣传，各位的宣传，咱要2019年有10万人来这参加选举，参加。建国之夜，我向各位报告，总统府是何正是伫建国里啊！这是蒋介石为台湾唯一做的一个好代志。蒋介石甲总统府定名何正做建国里，所以2019年九月初八礼拜暗，咱就要有10万人。来这升旗，来这参加建国之夜、建国晚会，安尼有道理无？
有法度无？一定有法度的，因为我过去做过这么运动，我设定的目标，拢超过目标，也毋捌失败过，所以我充满信心。咱明年加两米，就六公尺。2018年加两米八公尺，2019年搁加两米十公尺高。舞台十公尺高，都甲蔡英文总统办公室白高啦。安尼有理无？咱要打一直打，咱这块舞台，咱自民自决。就是要甲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区公所对上，咱有信心，一定甲区公所面顶的旗啊，甲拆落来，甲咱这个旗升起来。所以在座拢有责任，从即摆开始。宣传，咱台湾人要当家做主，要自民投票、自决建国，要对抗中华民国流氓政府，要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彻底消灭，甲赶出去金门马祖。这是我有生一生一世人所抱的任务。我相信这嘛，所有台湾人在座的主人。所有的梦，咱大家用行动共同来完成咱的愿望，好不好？来，过来话，三头三声，话当话赞赞赞，后三声话赞就是赞就是赞赞赞，来，大家讲赞赞赞，大家讲赞赞赞，大家讲。赞赞赞！大哥，赞就是赞，就是赞赞赞！大哥，赞就是赞，就是赞赞赞！大哥，赞就是赞，就是赞赞赞！最后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咱建国成功！多谢，感谢感谢咱所有，感谢咱所万人，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，今仔日参与这个活动，唔通忘记的。拄啊，大家拢有伫个遮下一个愿望，就是2020年要将总统危机机啊甲飞落来，这需要咱大家提出咱台湾人的精神。所以即摆，请大家对我来唱一条《台湾魂》，请大家对我来唱一条《台湾魂》，台湾魂，建国，建国。台湾有300万人。各地有无数的台湾人，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祖国，这个祖国名字叫台湾。全世界有更多的人，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，这个人数每秒在增加，他们全都在唱台湾魂。台湾魂就是每一个人都台湾的人，人数每秒在增加，他们全都在唱。